钱出的是都紧了，送到款，上面写的很紧呢、啊，这下面拉得很直。对，其实全部都粘到的感觉。签，拱重的，折的好大，注意这些缝隙，横画缝隙再窄一点，让这个字看起来，因为上下叠的关系，够窄，这个字看起来才会紧啊，不然会越拉越大，拱，长。长长长，上宽，下窄，再加点连续动作。下面的写的比较方哦，这比较圆，这比较方，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。其实在这一篇里面，它这种方的笔画经常出现。轻重，宽窄，粗细。粗到细，碰到一点点，那拉长，旁边破掉不要理它啊，照样拉长啊，不要因为它破掉你就要写断了。路，总管，注意这些缝隙啊，靠近一点。再用心稍微拉开，折进去。总。管管的话，左低，小，右高，略大。管，这里又来一个很特别的丢丢。好，管下面的。要方要大，哦，不然会不够。管，